声博览会先挑动大家的味蕾。第一个我就看到那个很可爱，要吃起来呢，刚一咬的感觉就是很口感，有南瓜的感觉哦。令人眼花缭乱的菜色出自智玄文教三重中心的素食班学员。地球都在变化了啊，天气也不协调啊，所以我想说，真还可以啊，大家一起煮素食来吃，应该不错。木瓜卷，因为这套菜的话就是素的嘛，因为我们是加素香松，木瓜就是吃起来会凉爽可口。吉他独奏、太极拳，还有滚轮运动示范舒压，丰富课程一次秀给你看。社会的一个年龄层都慢慢趋于老化，那希望建立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平台，可以进来学习，那活化他自己的，丰富他的生命。后疫情时代更激起民众的学习意愿，学才艺，学养生，学着好好过生活。台新闻真善美之工杨竹雅、陈振德、林秋玉台北报道。迎接端午节，桃园